这种现在没有匪军还上了，找都找不了。这样的，缅甸那边逮逮逮逮逮逮，每天都逮逮逮逮，去都去不了，拿都拿不了，找都找不了。这辆车好，这个辆车是真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刀。今天是有点难搞的啊，下午就有一个老缅约我了，然后叫我在这等着，然后现在都还没到，都等了几个小时了啊。然后刚刚又给我发信息说马上到了，马上到了啊。那我们一直在这等一下，好吧？看一下他到底有没有好料子，没有好料子我绝对屌死他啊、嗯！哎呀，大哥，我可以、哎、来了。你放过来嘛，品质啊，你看中水要看，我妈的绿油油的。把灯关一下，助理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料子啊，这个料子呢，它这个啊是一面啊，我们先看一下它这一面。我去，非常漂亮了。这料子这样打灯，我想问一下你们好不好看？绝对牛逼 class 的东西吧，好东西吧？那我们说这个是达到冰飘色也不过分啊，对吧？这包色多好。来看一下，我去，绿油油的。对，我们再看一下它的侧面啊。当看到这边的时候，我相信大家应该只要是经常关注我的啊，应该是看得懂这个料子的。来，那这样看大家应该就懂了，对吧？非常漂亮喽、哦，很漂亮，对吧？对，这水头这么长，这是什么种啊？啊，木纳的呀。不知道是什么种水，玻璃种的吧？什么搞的玻璃种啊？这个是冰种啊。我以为你要说玻璃种呢。开灯吧，助理。不是，真的，不是玻璃种的，大哥呀。我以为你要说冰种的呀，我还没有说玻璃种啊，大哥呀。打灯这么绿。对呀、啊，好看的呀。哎呦，好看，好漂亮啊，对吧？对呀、啊。这料子多少钱啊？这个啊。嗯。这肉价给你好不好？啊。你看等我很久了，是不是啊？啊。好。280万买啊。哎呀，我不要这么多呀，不要给你便宜嘛。啊，那要多少？那80万嘛。80万，80万嘛。3000块钱玩一下。啊，你什么3000块钱没要的不？木纳的，木纳的是木纳。哎，肯定木纳呀，你看呀，木纳的冰一样绿的。我跟你们讲一下这个料子啊。我妈的！如果说这个料子是木纳啊，比如说80万，真的280万也不贵啊。如果说有这么一片色在这里，但我跟你讲啊。这个料子呢，它不是木纳的，明白吗？这个料子木纳的，仿佛不是木纳的。你看，这个料子很明显三泡石，啊，不是三泡石吗？你再说不是，阿龙，我跟你讲，大哥呀，这个木纳的，虽然我跟你很少合作啊，但是你不能说拿三泡石来忽悠我，这他妈连个皮壳都没有，标准的三泡石。你这上面看着这个黄黄的，是他妈泥巴，你以为是皮壳啊？你拿这种料子来忽悠我？忽悠得到的、啊、好料子耶，大哥也没有了。好料子，大哥呀，嗯，你知道中国的王婆不？哎呀，我不知道，啊、你不知道，不知道，啊、没事，不知道。我知道缅甸的知道，缅甸的知道啊。对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料子还是典型的一个三泡石，没有种水的，打灯好看而已，别的什么用都没有。喂，什么？我跟你讲，木纳跟三泡石的区别是什么？一个是老厂，一个是三泡石。三泡石也就是说，它就像西瓜一样啊。我们把翡翠皮成西瓜，这个三泡石就是还没有熟的西瓜，知道吗？它都刚发芽啊，种子都还没有，刚发芽，懂了吗？但是呢，它打灯特别透。为什么三泡石打灯会这么透，水头这么好？因为它没有晶体结构。我们都知道翡翠呢，它是无数的晶体结构形成的，对吧？那它没有晶体结构，打灯没有任何的阻光啊，所以它打灯特别的透，明白吗？那这个料子呢，第二个缺点，第二个点，它没有皮壳，它生出来就是这个样子的，懂吗？那我们都知道玩翡翠，种老的翡翠也好，哪怕新厂料它都是有皮壳的，那这个料子呢是明显没有皮壳的，所以这个典型的三泡石。兄弟，你这个就完全不要忽悠我了，这种料子我能买单，3000块钱2000块钱拿来给粉丝讲讲课，拿去切了是可以的啊。几千块切不了，这样吗？万数嘛，好不好？那万数拿走啊，不要，
我拿几万块钱，拿万数给粉丝上课啊，哦、给粉丝上课是值，你真的牛逼，但是你这个货不值。你真的牛逼，你看、看料子真的厉害。不要跟我搞这种啊！他妈等你一个下午，你们万数玩一玩嘛？不要玩。啊，我借吗？搞他妈一下午给我带这种料子过来。我还有个给你看，你看的是很厉害的，我知道了。我也喜欢这样的。什么料子、啊？我也喜欢这样的。什么货？给你好东西。帝王绿的，你少一个牌子料。我跟你讲，但凡现在都是在记录，没记录我都要骂人了，真的。就你这品质，你还莫忘帝王绿，莫忘记的帝王绿。真的，你这个我知道了，你看这个懂吗？厉害，我知道了，我买了。你用红布包一下嘛，好歹也尊重一下他们。好东西礼物啊，不能乱包布料啊，乱包布料，你看。非常漂亮的帝王绿，黑皮料，老面的皮，你看，没开窗哎，非常漂亮哦。打点水看一下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大哥呀，这料子挺有意思的，为什么要打水呢？等一下给你们看一下啊。来，视频拉进来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料子。这个料子是一个莫弯鸡的料子啊，然后这里呢是有一条色带，我们可以讲它，也可以讲蟒带啊，对吧？这个料子呢，它就是一个老料子，知道吗？然后它这边呢是没有任何的表现，就这个位置有一条色带。那它这个色带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啊，是绿色系嘛，对吧？嗯，我给你灯光好不好？好，你关一下灯，关一下灯，我打灯看一下。来，我们一起来打灯看一下啊，很美很美的。我靠，姑女，这料子好，这个料子是真好，知道吗？这么忘记的，我知道你厉害了，你厉害，你看料子厉害，你懂的。这里有水啊，看到没有？这料子牛逼啊！喜欢了吗，大哥？但这料子好多人也是看不懂的，这料子是绝对的牛逼货。你放心吧，你喜欢的我放给你放个路嘛。我跟你们讲这个料子啊，也是一样的，这个位置看到没有，已经有蛋面的位置了。能够达到这种级别啊，我跟你讲，一个蛋面都不得了。来看一下这边，这边是没有任何表现的位置，我们压灯它依然没有表现啊，这是皮革厚的原因。把灯打开，要是美吗？啊，你这个东西你看的真的很厉害，真的很厉害。我跟你讲，三年前我徒弟都会。如果你这个，如果你这个东西你看不上的话。我又不给你看这个，你真的厉害。意思是考验一下我。对，我要看一下呀，看软呀。就凭你对我的不尊重，这个料子我不收了。不要开玩笑嘛，大哥呀。啊？喜欢是不是喜欢？啊，我知道了。不是很喜欢。给你放个路。多少钱？好不好？那你既然说放六万，我勉强看一下。你放心吧，我给你放个路。多少？这件路子，帝王绿的呢？多少？不读书，多少就是宝。喏。什么了？你看，大哥呀，还有事没有？没事，我出去看料子去了。你可以砍，可以砍的呀、啊。啊、哦，可以砍是吧？对呀、啊，没有了哇。你就说六价，你要叫我砍了。现在缅甸那边翡翠的很少了，找都找不了。现在有这种的货，现在没有翡翠很少了，找都找不了。这样的缅甸那边呆，每天都呆，去都去不了，拿都拿不了，找都找不了，真的麻烦了。我给大家讲一下啊，这个料子呢。它的种水很好，这个料子，而且这个色也很好。这个色系我之前有收一块28万的啊，后江的，它这个色系不会比后江的那个色啊，不会比那个差，种应该也差不了。为什么啊？因为它是莫弯鸡的色。我们都知道莫弯鸡啊，它就是以色而闻名天下，对吧？那莫弯鸡的色大家都知道，10个莫弯鸡，9个帝王绿，对吧？那这个料子呢，我们暂且不说它是不是帝王绿，帝王绿应该是达不到的啊，但是呢绝对是达到洋绿以上的色系，知道吗？就是说色系是达到了一个顶端，当然它是达不到帝王绿啊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它是个全土料，全土料呢它就伴随着一定的风险，但是它的皮革以及这条色带，莫弯鸡玩色就是玩色带、松花、蚬，就这三样，蚬开出来都比较少，主要就是松花跟色带啊。那这个料子呢，它有莫弯鸡的皮革特征以及这个色带，完全具备了莫弯鸡所有玩色的一个特点。当然它就是有一个缺点，专业啊，因为这个料子是属于一个典型的行家料，好吧。
怎么说呢，大哥？你要墨迹一点还是不墨迹？不墨迹我就是一口价，墨迹呢我们就再慢慢谈。不墨迹了吗？不墨迹一口价20。好妈的，这种的品质你给我，你看到20万吗？只看到20万。啊，20万真的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这种的。啊，20万真的不可能卖出去。你打的那基本的后头基本的来了。不用管打不打的，那是我的事。飞机的东西看到多少给多少。哎呀，大哥呀，不能这样嘛！20万的真的太低了嘛，大哥呀。那你拿走吧，哥，拿走吧，这样嘛，我再少给你嘛，好不好？嗯、我再少给你嘛。多少？多了不要了，好不好？嗯。最低价38万，好不好？拿走，拿走，拿走，拿走。不是不能这样嘛，大哥呀，交到好东西有机会你要拿。下一次没有机会了，现在翡翠找不到，大哥真的。我跟你讲啊，翡翠不是找不到，只是找不到好的。好的好东西就现在这价格贵了。但是你不卖呀、啊。不是，大哥呀，你再砍一下嘛，好不好？再砍一下。是呀、啊，现在要没样了，不？18万啊。你就再砍一下吧。没样了，不？加一点，加嘛，你加。啊，你是要加是吧？对呀、啊，没让我砍，我是找一下，我没有说啊，大哥呀，哎呀。真的好东西的，这样吧，阿龙，好不好？料子不好，我不会收，我不给你墨迹，肯定、啊、最后一口价。你要同意了，你把料子放这里；你要不同意了，两个都拿走，好吧？我再给你加10000块钱，不墨迹了，21万。一万。你不要在这里犹豫犹豫豫、磨磨唧唧的，像个野蛮人。太低了嘛，大哥呀，真的没样了吧？品质呀，你看这么漂亮的。我跟你讲。买翡翠做生意，你要么像个娘们一样磨磨唧唧的，你要么像个爷们一样的，卖就卖，不卖就拉倒。这个呢？这个2000块钱、3000块钱。啊妈嘞！加一点嘛，好不好？你再加一点嘛，好不好？这个我，好不好？你这个不行，我不卖给你了嘛，好不好？拿，拿拿拿拿拿，那卖给你，卖给你。我妈的，你真的看厉害，墨迹，你真的厉害，我妈的。21啊！第一我见过的你啊。我妈的，真的砍价厉害！不要吹牛逼！我妈的，这个你拿走，钱我等一下打你账上。你这个玩一玩吗？玩输啊，玩输啊！钱输啊！钱输不行。3000块钱，我现在拿去切了。我拿走，等一下，等一下拿走啊，好不好？3000块钱，我现在拿去切。钱输玩不了。拿走，好吧？钱等一下转你。哎，好好好，嗯，真的好东西不？嗯，拿走。好不好？我走了啊。再给你加800，3800。啊，不行不行，我玩输。屌毛！我跟你讲啊，这个料子呢，它是典型磨弯机的料子。这个料子的色啊，我跟你们讲非常牛逼，知道吧？他说帝王绿啊，其实帝王绿呢是肯定达不到的，因为帝王绿还要看种。那这个料子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它的一个色，非常的龙阳正均和，全部达到。一块色料最重要的讲的就是龙阳正均和。像这样的一个蛋面，我跟你们讲，就这样的一个蛋面界面啊，不过6，你来找我，至少都是中大6起步。当然这个料子呢，它因为没有开窗啊，然后这一条带子都是，它风险肯定都是有的，好吧？但是这料子的品质一旦开出来，那绝对是牛逼货，好吧？稳当啊。那行，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记录到这里啊。有喜欢刀哥的，或者说想了解更多翡翠专业知识的，点赞关注加留言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